潮又落勾勒沧海，目光所至春潮澎湃，满腹山与海流淌在血脉，征途向未来。在央视五一晚会上，周深献唱歌曲《征途》，周深真的是央视的宠儿了，几乎各大晚会都有他的身影，登台献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舞台。这次周深则带来征途，开启一场古今对话，一起征途向未来。歌曲开头画面代入感很强，颐和园博物馆内老师和学生的对话引出主题，爱护文物，致敬文物工作者。周深的出现在天笔墨，配上他那空灵清澈的声音，文物顿时鲜活了起来，画面时而大气，时而唯美，时而穿越历史，时而创眼现今。深深那温暖的笑容，铿锵有力的歌声，带来对未来期待的美好，一起踏上征途，向未来前行，迎接无限希望之光。一道不响，一道不响，未来，未来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答应了，做到了。好像周深最忙，光是热搜词条就够忙活的。比如在颐和园博物馆唱征途，深情献唱，致敬文物工作者，唱出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，用歌声点亮梦想的光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词条是，听周深唱歌更想学修复文物了。截止5月2日0点，央视新闻、CCTV4、央视频、央视文艺、央视网、快看等众多央视官微纷纷艾特周深，转发征途舞台发博说好听。这个假期就来央视频听他的歌，这就是央视和大佬们都力挺的周深。30日，时尚 Cosmo 官微艾特周深，发布并上线了对周深的专访文章。光之深处，文章用9个关键词对周深进行了深度的解读、剖析和归结。最后预告一下五一期间周深的声营夜饭：5月2日可以蹲守太湖湾音乐节彩排饭拍，5月3日可以蹲音乐节现场饭拍，5月4日晚20点 CCTV1 五四晚会演唱《追赶春天的人》，还有个不确定的瓜，5月4日晚23点20分左右 CCTV1 节目《三餐四季》第一期可能也有周深。当然，吃瓜不信瓜，一切以官方为准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五一及以后的时间，米子们会很撑很撑。好快，魔都制造音乐节都1年了。2023年5月2日，周深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魔都制造音乐节。2024年5月3日，周深将参加在常州举办的太湖湾音乐节。去年的音乐节，周深演唱了10首歌，《铃芽之旅》开场，《若梦》、《不想睡》、《Rubia》、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、《触不可及》、《花开忘忧》、《忘人世》，最后一首《大鱼》。今年的音乐节不知道有什么歌单呢？明天晚上一起期待吧。喂，喂，我们现在要去救星星了，演出你先帮忙顶上。哎，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，我不会表演魔术啊。你可以的，我们尽快回来。等你起来，看几多无限再回购的奇迹。
只缺